中年就是说没买卖，那么些赔的条子都是你买的吧？管那么些钱还用不用管了？来，咱们把你拉出去，行不行？买房子多的，房东让我们赶紧滚出去。还是你那个哭，挣钱疼，挣钱疼，没完没了了。我再来准儿。来说说，昨天我看你跟一个女的去了他们家，那谁？我这倒是。你是不知道，那个女的头发花白，那年龄都快当我妈了。确实能当你妈。你看，出事了吧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老婆。哎，你把咱上次出去玩给我拍的照片拿出来看看。都在这呢。啊，这谁？这不就是你吗？像吗？是你，你笑一个。哎，这么一样。好、哦，哥、来了，好久不见，进。Hello， 坐。怎么样？对你挺好的。咱们认识吗？认识。这不是404吗？楼上才是404。怎么就404？有照片搁这放，怎么我家？你们怎样？当你有个不扫兴的父母，这玩什么东西？妈，这是我攒的零花钱买的。难不难啊？要不妈跟你一块拼？好啊，那一会儿我得把书架上腾个空，这么大个玩具等你们做出来，我得给它摆上。嗯。你不能那么玩，那样就给我玩坏了。我就玩。哎呀，个孩子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不是他，哎呀，你就让他玩嘛。那就2000来块钱的东西也不贵，要玩坏了啊，没手我给你买个新的。来，宝贝儿，我还你哥哥啊。回来了啊！买什么东西啊？给你买点榴莲。哎呦，这么贵的东西你买这干什么嘛？前两天你不看着视频说想吃吗？你要命，我就那么一说还让你记住了。哎，那可是落魄的花大雨天。哎呦，太恩爱了，无法期待。哎，行，别闹了，你这每个大人一样。妈，我这回考得不太好，你是不是就不带我去环球影城了？哎，正好我看最近上北京那个机票特别贵。我知道。行了，你可别逗他了。你妈呀，早给你把票买好了。她说了，考好了是对你成绩的奖励，如果没考好，那是对你前段时间努力的鼓励。而且啊，你妈买的是那个不用排队的票。行了，别傻乐了。今天吃完饭啊，早点睡，明天咱一早就出发。图图，你看着锅啊，妈出去买点东西。好了，我知道了吧。我回来了啊。嗯，什么味儿？哦，我刚才把我关火了。哎，咱家楼底下正好开了个火锅店，咱今晚不在家吃了，下馆子去。啊，好，咱家晚上出去吃啊。走，都上去尝尝了。昨天给你打了20几个电话，一个都不接，干什么去了？没有啊，你是不是打错了？好、吃饭。把你手机拿来，我先看检查，我都要看看你每天都干什么。你把我生日。好、哪里？怎么当爹的，生日都记不住。吃饭。你是不是不想过？我昨天看你手机上有个叫张贵芬的一直给你发消息，还管想你了。哎，刚好没啥见面，他到底是谁？你不认识张贵芬？那是谁？吃饭。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啊，这孩子还不回来，给他打电话。快点快点，你这个大妈的。他有什么来？你说谁呀？你连个叫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发个手机问你。你们在外面干什么呀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一天没出门啊。儿子玩累了吧？快点帮活吧。啊，我能不能帮你？啊，你就拉倒吧，咱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咱俩给怨了。那儿子，先忙我干吧。
喂，我现在就去医院。上医院？这还没吃怎么就得毛病了？不是，儿子，你咋还不说话？我是医生。啊，出什么事？三年了，你痔疮还是我给你搞的？图图人哪去了？这还在那睡觉？我去救他。几点了还不起来？凌晨四点。咱家水管都坏了好几天了，怎么还不找人来修啊？我现在就当你货。喂，老公。我操！好你个长得帅，你都在外面干什么了？他姓龚，叫龚基金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谢谢谢谢谢，行行行行，没问题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说那么长时间怎么说的呀？说大话啊！这饭怎么不熟呢？你怎么做的饭？胡说八道！我做的饭比咱仨都熟。哎，这个月怎么回事？鱼是你剁的。吃饭。哎哎，我碗呢？刚才也放出来了。哎我操！是不是就这个碗？你不带给我这个？对，就他。我刚才还看这桌子上呢。真奇怪呀。是不是辣椒从里边去了？我去找找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用不用不用了。我在点视频下边链接买几个吧，反正两个碗才9.9，还送两个桌子呢。没了。哎，碗怎么在这儿了？刚才上哪了？什么呀？妈，该说不说，你年轻时候挺帅的。一提这个我就来气，我跟你妈的婚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去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不来？啊，这边你别说，我跟你妈年轻的时候可，尤其是结婚啊，那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你确定啊？你给我好好想想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新郎大声喊出新娘的名字。我爱你刘碧芬。啊，让我们新郎再一次喊出新娘的名字。我操！啥啥？啊！鼓掌！你凭良心，我这些年对你好不好？我还让你住上了大便衣。哪有大便衣？钥匙一直在我这里放着。没有。预备。好。眼瞅着明年就高考，我给你的高考秘籍你是一点儿也不看，你再这么懒散下去，你我高中毕业了。啊，正是如此，儿子都已经大一了。我工作三年了。我问问你，老刘头每个月都给我打电话问我要钱，你到底在外面欠他多少钱？250。咱家是揭不开锅了吗？250你都出去借，你这么丢人。老刘是物业，交物业费。我吃饱了，待会儿吃晚饭哈，你送闺女上学去。那哪有闺女？那不在那看电视吗？那是你丈母娘。嗯，叫我等啥呀？我媳妇在给你说白头呢。我怎么听耳朵里有个小孩声音？怎么回事？快去看看。怎么了？这么吵吵？干什么呢？把你屋里那个小鬼给我叫出来！到底是谁？啊？哪什么女的呀？我这是和我的情缘语音组队玩游戏呢。啊？什么游戏？就是这个逆水寒手游30号新版本啊，师徒系统上线了，终于可以和江湖同门一起做专属任务，换取各种奖励了，可有意思了。哦，玩吧。这个我手机一串啊。你拿车钥匙干什么？把这机车加油。加油站这么近，5分钟就堵到了，你还开车去？我言甚实，小伙子，加油！加油！什么加？加油！96加满。那你车呢？我。小伙子，你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
我发现了这手写的情书，不光是肉麻的让我邻座，字儿也特别难看。说，这是写给谁的？说，是不是你爱了？那是你写给我妈的。不对，你妈叫大侠，这上面分明写的是小张。我叫张大侠。我这东西明明放在我屋里，你是不是上屋翻东西啊？这是在我自己屋里边发现的。不可能，他还能自己张飞跑了？肯定是你记错了。你俩住一屋。我还没问你，过两天我准备跟姊妹们去吃下午茶，我费劲巴拉做的小蛋糕放冰箱里边怎么没了？是不是让我吃了？你嫌做的太丑，打起喂狗子。但他没狗，你拿给我吃呢。那我再吃顿。妈，我这个双十一买的趣多多曲奇，你直接带这个吧。嗯，你先说，酥酥脆脆，巧克力味也很浓，还挺好吃。这小包装你带去跟你们姊妹们分也方便。那可不，这大份曲奇饼现在添加可可粉，还多加了30%巧克力豆呢。现在去天猫搜趣多多啊，最高买一送一，还有机会抽取全年趣多多大礼包呢。你看这送了大坐垫多实用啊。这不错啊，哎，我周六我就带去。今天不是周六吗？谢谢你啊，带了这么多好吃的趣多多曲奇。哎呀，哪有，人家自己做的小蛋糕拿来了，那才是有心，是不是贵妃？俺叫秀英。哎呀，我这个谁说错了，说错了。人家老李哈真是有福。俺老头姓刘。啊，你看我这脑子还是越来越不好使了。哎，下次叫恁家老刘一块出来玩哈。哎，老头走8年了。喂，大侠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等你半天了都。这不是复仇者联盟？这谁呀？我以为是你朋友啊。哎，不认识。啊。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再见。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当00后当上老师。别紧张，我是老师，我是老师。站住！张老师，哎，主任，你也在这抓迟到呢？不是。啊，你说现在这小孩跑得得哪快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哎，你那些是？啊，我没收的零食。对对对对啊，你说现在小孩啊，他早上就吃这个，多没营养。可不是，你快点上课去吧。好嘞。就是他肚子有点疼，一会儿跑操场给你请个假。哎。哦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谢老师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呢？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吧。真的是给你的，真的是。这个自由点卫生巾啊，最近在网上都火翻天了。我妈妈给我买的也是这款，贼好用，跟普通卫生巾很不一样，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群，能有效抑制经期的有害菌滋生呢，这样就不容易闷痒有味道。有个北大博士做过专业的卫生巾评测，这个自由点益生菌啊，在干爽度、吸收速度的6个维度都是很棒的。而且我刚还在办公桌底下看到自由点益生巾铺行李箱，这些都是为我当医生准备的。太好了吧？就是就是啊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会有我这么成熟这么温柔的老师？我当年有我这么好用，我至少是个北大。好了，我来上课了，我们讲一下昨天的卷子。那个我找一名同学起来回答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格里斯蒂亚诺罗德。这样你回答一下第一题选什么？ D 选 D。 他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请坐，我们来看下一题。老师，D为什么不对？为什么不对啊？为什么不对啊？我们为什么不选 B？ 蔡代表，回答一下为什么不选 B？ 因为大耳效应、大群报应和好友效应，会遇到 B 是不对的。他说的对不对呀？对。来，我们看下一题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。好了，下课。张老师，什么事？主任说体育老师生病了，下一课还有场。啊？行吧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座吧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。这节课我们去抓体育老师，让他回来上体育。你有没有经常发现爸妈的超能力？妈，你看过充电线了吗？怎么就在你桌子上？桌子上也没有啊！不要给你找着，你给我吃了。去，那么这是些什么啊？啊，充电线，还数据线，还有你昨天用蓝牙线。行，谢谢啊。多少钱？50。啊，这么贵啊！哎，来了。哎，
张哥吗？你咋来的？快快过来，别在这坐着，来。哎呀，不坐了，不坐了，我儿子在这儿，您放吧，我接他回去。那自己家孩子还少啥了？付啥钱了？哎呀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该付付。这门口的电视给你准备的，42寸大液晶。对，闺女搬老一台了。你真是，那我拿回去了啊。好、哦，孩子回家。爸，那自行车都多少年了，别修了，扔了吧。哎，那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不用管了，我抖不抖就好了。哎，好了。哎，我操！大大好用啊。姐，你上去姐。爸，怎么了？哎，咱家水管坏了。哎，你哪会修这个？不管不管，出来吧，我来。找个人来修吧，这实在是弄不好。好了，儿子，你去买点菠菜啊，我去买点杜鹃的。老板，菠菜怎么卖啊？5块啊，来一斤。你真是个儿子，你是一分钱不交、啊，这还能交什么钱？啊，行，可以，5块钱给你转上去了。我操！让你小心点。哎呀，屁股又闪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从小到大，我好像习惯了他们做超能力帮忙，忘了他们也会了，也需要关爱。重阳节，京东金融 APP 提供了很多关爱爸妈的方式。打开京东金融 APP， 搜索重阳节，让爸妈感受到我们爱的回馈吧。啊，好点没有啊？没事。哈哈哈哈，看外面昨晚出气怎么样？哎，给年轻时候比一段不掉啊。我听你们说学校要开毕业典礼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和你爸一块儿去。有这等事？明天还是后天？昨天。吃饭。昨天有个陌生人莫名其妙给我打来888，我一看就知道那就是诈骗。还有这种人？谁那么卑鄙？我，昨天你生日，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吃饭。爸，你连我微信都不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看，你这个朋友圈我还给你点赞了。这是我同学，吃饭。最近这几天晚上，一到晚上就出门，一到晚上就出门，上哪鬼混去了？我上学不是？吃饭。你也不怕一个老头半夜出去走丢了？儿子心疼我，用滴滴新出的这个亲友守护功能，把我绑定成了被守护人，不仅上下车都有短信提醒，还能实时同步行程，而且还能帮我代付打车费。这下就没什么话说了吧？那也不对，有一天晚上11点，你去了一个叫幸福小区的地方，那是干什么的？那是咱小区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收拾了，剩下这些我给你拉走。咱家没有狗啊？不对呀、啊，咱家那个狗呢？咱家那个老猫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那个白毛的，都还有点瘸，是吧？偷偷一拐一拐的上哪去了？那是我奶。对吧，我在这里啊。今天放学之后你去哪了？我在你们初中等了半天也没见着你。我上高中了。那不对呀、啊，我昨天在你们学校门口也没见着你。有这种事？我来听听。昨天放假。啊妈，你做这饭越来越不好吃了，一点滋味都没有。谁说的？我看你妈做的这个下饭酱就很好吃。就是如此，这是我买的乌江榨菜酱，就是咱常吃的乌江榨菜，它还出了榨菜酱，加点就好吃啊。那可不一定，能有你妈做的好吃啊？给我来。他这是用鲅鱼豆瓣酱加上鲜脆榨菜粒做的，香香辣辣超地道。不吃我妈这些菜，我都能下饭了。好吃。妈，我没生活费，你再给我点钱吧。给你10块钱，这就花完了。你搁外面躲呢？哦，那是3年前的事儿。我操！你们都不关心我，胡说八道，怎么不关心你？对呀、啊，关我妈妈不关心你，关心谁？那连今天我生日都不知道。记得记得，儿子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每天吃好饭。今天不是我生日。
的亲生的呀？这个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是不是？好好啊。上学去了，出来。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你谁呀？你们家搬家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钥匙给你放这儿了。哎，不对，你不是我奶奶吗？把我打死了。你一天到晚的，天天不回家，昨天晚上又一夜没回来，上哪去了？你上下班儿。孩子还知道出去上班挣钱，你呢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家躺着，真的都不想过了。好，你说呢？那你手没事，你也都不出去干活。好，那蹬三轮的。咱家都什么条件了？你还不保姆？哪是保姆？昨天有个女的在这儿又洗衣服又做饭的，她是谁？那安妈。哎，我忘在咱家门钥匙了，下来给我开个门。你谁呀、啊？我恁爹。我恁爹？哎，我操！谁呀、啊？那显然真没素质，上来就我恁爹。我看看。不是。啊！外面怎么那么吵？这边他家，那老六我真的服了。不同时期的一块钱能买什么？其实八十年代。大爷，嗯，我买零食。哟，这么大些钱呢？不能是偷你爸妈的吧？俺妈妈给我的。好，我给你装哈。哎呦，这些好吃的。白呀，烫酸梅汤，熊猫仔，山楂片，巧克力，嗯，还有大虾酥，一块钱的零食你可吃不完啊！我吃两个月，好费当的吧？俺妈还说要盖奶饼干儿。哦，好，给你，谢谢大爷。哎，一动一动，嗯，这个拿回去玩吧。谢谢大爷。9000年代，好难哥，在家看店出不去了。来人了，先不错了。老板，一块钱能买什么呀？一块钱，五包无花果，或者是个泡泡糖。这个泡泡糖可厉害了，对那个泡泡比你脸都大啊。或者是两包干脆面或两刀喝可以了呢。一会儿好好说话，要不然等错了啊。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嘛，你别叨叨了，那你自己看着买吧。哦、那我要，这个，这个，还这个，我正好一块，啊，给你钱。现在。哎呀。这矿泉水都得卖2块钱，这一块钱估计掉地上都没人捡。哎，你这就说错了，这一块钱啊，今天晚上8点在京东秒杀能买到好多爆款好货呢。60多块钱的维达充值，还运动鞋啊，好多爆款只要1元，此时不买更待何时？哇，一块钱有这么多爆品好货呢？啊，现在就下单。哇，平时我买3瓶还加充的，要是有块钱。现在京东双十一超级米哈日只要1元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晚上8点，爆款1元秒，尖货真5折。